你是怎么说服林子娟的？你不觉得她的理由很薄弱吗？怕他是临阵倒戈。所以如果你出庭再临阵倒戈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很措手不及。什么他？13年前明明打了蔡董，还能在这里？不必问，这两位在饭店以前什么职位？通上钩。你想到了，他可能也会想到；你找到了，他可能也会找到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